你有冇嘢瞒住我啊？家姐，我如果你真系当我系家姐嘅话，你可唔可以坦白啲啊？使乜叫停佢哋？你系咪中意佢？吓，你讲过你哋冇可能噶。莉莉今日离开，唔知几时会再翻。好啦，你唔好再做戏啦。是，我是喜欢超人。几时的事啊？我本身想着完了今天就跟你说的。我问你几时啊？我都不知道。Sorry。我真的很嬲，但我不是嬲你喜欢他，而是你由头到尾你都在骗我，你都瞒着我，你没想着跟我说的。你记不记得你在医院答应过我什么？还是其实由那时开始你已经在骗我了？我一直当你是朋友，咁信你，你当我是咩啊？哇哇哇哇！非法入侵私人地方啊！我不过得几靓嘅，我叫埋分导过嚟睇噶啦。咁多位可以洗定个8月15啦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